Hello， 大家好，又嚟到八字赛里佛嘅节目啦。呢一辑嘅嚟到第四集咯，咁样咁啊，头先又分享咗一个，我觉得喺一个学八字路途入边嚟讲咧，系一个好重要嘅观念，就系其实咧，你同一个八字咧，其实都唔一定有同一样嘅人生，因为有阵时咧，一啲格局咧，佢唔系咁纯正嘅格局咧，特别系好多时系你自己选择咗你自己嘅用神。咁如果你选得啱你嘅格局最好嗰个方向嘅用神，你就会反为行得好。如果你揀咗一个逆局嘅用神，咁你就可能会可以好大。所以有时同一个八字，如果我哋喺唔知底运嘅情况之下，睇翻佢嘅结局，可能系两个人生嚟嘅。所以唔系呢个就系、是、出边冇乜咁嘅概念咯、就系咁啊。哦，阳春八字一定系咁样。咁其实你要记住呢、这个剧本咧。周星驰演嘅笑片同刘德华演嘅笑片系两样嘢嚟噶，冇错。咁啊，我哋今次咧就啊，头先又讲咗一啲比较深奥啲，我又负责讲翻一啲入门啲啊。OK， 嗱，咁啊，一个八字入边咧就系有啲网友 send 过嚟问我点样睇嘅。多谢你收看我哋嘅节目，如果中意嘅话，记得赞好我哋嘅影片，同时留言支持我哋。最紧要嘅系订阅我哋嘅频道焦点 FM TV。焦点是一个推广知识共享的综艺网络平台，你绝对可以在这里找到自己喜欢的内容。影片资讯栏有主播的网站专业连结和联络方法，还可以领取网站免费公开网课。记住，名额有限，把握机会。嗱咁啊，女命咁啊，1982年啦，咁啊壬戌年戊申月丙子日壬辰时 ，OK 嗱，咁呢个八字入边就即系都分享过头先，咁啊其实都好简单，好清嘅，因为佢八字入边都冇咩讲噶，申子辰就水局啦，丙火，咁啊个煞非常之旺啊，咁啊。喺一个七煞嘅格局入边嚟讲咧，咁啊一定有制就要制啦。咁啊透咗个戊土出嚟咧，咁啊一个好靓好清嘅食神制煞格。因为用土咧，其实就忌木啊嘛。好啦，咁啊咁八字冇木喎，咁啊好清喎咁样。咁其实佢个行嘅运咧，亦都反映到呢个事实嘅。咁佢细个出身就平稳，即系唔系话好有钱，但系即系都小康之家，读书都唔错嘅。读书都唔错，食神制杀家都系啲比较专业啲嘅人士啦。咁啊，读书都唔错。咁啊，其实佢行到2006年咧，其实好细个啫嘛，因为佢1982年出世，行到2006年，其实即系24岁。24岁佢一入呢一个运开始咧，已经个事业运咧就一路向上，系一个女强人嘅管理阶层嘅格局。然后喺佢20-30岁呢10年，咁其实相当之唔错。好啦，咁、那个问题喺边度呢？咁样咁啊，好多人呢即系都会即系睇一啲书去研究八字呢，好多时个侧重点呢就唔系摆喺个格局度，就喺个身强弱度。咁啊，呢一个八字如果你纯粹讲身强弱，譬如好多人问呢、这个八字身强定身弱啊咁样，咁丙火日元黑蚀交加就一定系身弱啦。咁身弱就梗系要行木火运啦。嗱，呢个系人人比半人系啦。大部分嘅人睇完书都会得出呢个结论，就系个八字黑蚀交加劣命，就一定要行木火运。咁佢行月字运扶摇直上，咪印证到佢要行木火运咯，就咁样理解。好啦，咁但系个问题就系、是、咧，当佢问到我甲辰运嘅时候咧，咁我就话呢个甲辰运就完全两件事情，事业运咧就会一落千丈，包括俾老细打压。OK， 公司嘅贵人唔睇佢啊，咁佢就会有权力失去嘅现象。咁佢又真系喺呢一个运咧。个事业运咧，就佢个本身对佢好好嘅老板咧，就即系唔完全唔再睇佢啦。明啊，个老板跟住仲要换埋人，就会换到个更加难顶嘅老细。咁啊，跟住就开始事业运咧就一落千丈，投资又失败咁嘅情况。咁啊，点解咧？咁样啊，都系行木运啦。咁啊，之前嗰个运又系木，呢、这个运又系木。咁点解会咁争咁远咧？就系、是、呢、这个就系关乎个格局嘅问题，就唔系嗰个身强弱嘅问题，系咪啊？背个。古书啊，食神制煞若逢枭，不贫则枭，系啦，背下口诀啊，咁样食神制煞若逢枭，枭神夺食，因为八字个格局破咗，就系咁啊。因为佢本身系用食神制煞，咁个食神就系佢嘅命格嘅格局用神，咁行甲木咧就直接克个戊土。咁个神一冲个戌就火土都受伤，咁可能有啲人就会问啦，喂，咁你2006年
都行月木啦，咁点解月木又唔克个戊土咧？咁样，咁呢个就系阴阳嘅分别。月木系走去喂奶啊，阴阳即系月木系阴日啊啦，阴系会生丙火啊嘛，阳就打交啊嘛，系咪咁啊？生好完啦，咁啊呢个格局破咗，系行呢个格神啊个格局破咗，咁所以就一落千丈。咁所以好多人去即系纯粹如果用身强弱呢个观念咧，一撞到呢啲咁样嘅，大家都系行运运嘅时候咧，就会突然之间觉得又系好似头先第二集讲过啊，明明啊点解个用神明明好似系捉得啱嘅，之前一路行好系嘛，咁点解会突然之间行木运冇贵人之余，仲要俾老细打压咧咁样？喂，佢2024即系今年甲辰月甲寅啊，所以好差，哇，劲差，三个神冲一个戌，个运仲要过多几年先完，系嘛？全体工作人员一齐做个木土，哇，好惨啊！所以咧，连个即系嗰个地位都不保嘅呢个运，咁佢都仲系好后生啫嘛。其实呢个运，因为佢呢个运先24到33岁，呢个运先至系33到44岁，正正喺中年，因为佢又成名得早啦。好细个嘅时候已经位高权重啦，更加难接受啦。如果你有睇要拜下太岁啊，神戌冲啊，犯太岁系嘛，福人身处神水局系嘛，冲啊冲太岁系啊，即系呢啲我都头痛噶。你批到呢啲咩？哇，咁样三个身子神冲个戌喎，系啦，即系唔散啊，一合佢自杀。你正宗系反人福人，哭哭淋淋，不选自己啊，选他人。跟住就将所有唔好嘅形容词就讲嚟讲呢个流年咯，2024年即系。你去边都死咁样嘅情况，仲有就乖乖地喺屋企咁啊！俾人炒咗，可能仲系好事。啊！俾人炒咗，认咗枭神绝食，系咁啊！乖乖地喺屋企瞓一年，系啊！2025年月至年先出翻嚟，咪 OK 咯？系喎，2025年。不过如果我哋知道，即系我哋知道，梗系引到啦。咁我喺2021年辛丑年天克地冲啊嘛，嗰年我串到咧喺个黑板写3月5号至8月8号，我唔会出旺角。系你唔会出旺角，因为嗰年我系天克地冲兼系一定系呢段时间有意外。咁我就写定啦，我因为好多人约我噶。咁点解会出旺角呢？我唔出旺角，我最熟系旺角。我点解系要旺角？住喺旺角，做嘢喺旺角。咁我就唔出旺角咪冇事咯。咁样谂啊，系咪啊？咁啊，3月5至8月8，跟住话话俾佢哋听，全部唔好约我，我唔出旺角。系我喺8月6号喺公司冚爆咗个头。跣脚揈咗落个柜嗰度，跟住爆开咗，哇流咗成鼻血，即系有啲嘢避咧。我哋识都话有得避到啊。呢个真系好系好奇妙。我今日下昼有个客就系差唔多啦。佢辛酉年出世，丁酉月，甲木日月，咁啊2023年就癸卯年啦，癸卯，咁啊羊人逢冲啦，金木交战啦，又克埋佢嘅丁火啦。咁啊已经因为佢系嚟批流年噶嘛，2023年头已经批过一次，就系话喂你今年成年咧做好冇肉啦。咁啊，咁佢又去旅行。佢有试过喺屋企，有试过去按摩，三个地方都中招。去旅行呢就啱啱踩到条辣，一夹只脚，扑一声，咁啊重伤只脚。按摩唔知点解，按到周身瘀晒。喺屋企喺一家佢屋企有个即系杂物房嘅，有个实木嘅板冧落嚟。佢最伤嘅反而唔系去旅行，喺屋企整亲，封咗针。好邪啊！真系呢件事情。系啊，你好邪，你好似有，即系我哋知道，就将个严重性降到最低咯。系啊，即系我唔伤，即系如果我唔知嘅，可能我车祸噶喎。出咗去玩啊，咁啊旅行瞓喺瞓觉嘅弹咗出去噶啦，忙咁啊弹咗出去啦。啊，琴晚啲的士都话死两件啊，撞一撞，哇，好得人惊啊！今年恐怖，好多人死就系个甲木一进气就恐怖，劲恐怖，系因为天黑地冲啊嘛，2024年嗰个立春八字啊，所以系啦，所以我哋要啊，今年咧大家都唔好周围走啦，唔好。即系尽量喺屋企啦，真系好。我哋下一集翻嚟再同大家讲一个又系比较大上大落嘅人生。好，好，拜拜。多谢你收看我哋嘅节目。如果中意嘅话，记得赞好我哋嘅影片，同时留言支持我哋。
最紧要嘅系订阅我哋嘅频道焦点 FM TV。焦点系一个推广知识共享嘅综艺网络平台，你绝对可以喺呢度揾到自己喜欢嘅内容。影片资讯栏有主播嘅网站专业连结同埋联络方法，仲可以领取网站免费公开网课。记住，名额有限，把握机会。